一个好的盒子除了能收纳之外，当然还要具备消毒功能啊。今天要介绍的是486紫外线消毒盒。哇，486好物开箱秀。自从我女儿出生之后啊，只要她会吃的、摸的、玩的，我通通都会定期消毒。但是啊，像这个东西固齿器，它上面就标榜说不可以用高温蒸汽消毒，也不可以用酒精这种液体消毒。那要怎么办？你可以选择紫外线消毒针。UVC 紫外线可以破坏细菌、病毒、微生物的 RNA、DNA， 来达到消毒的效果。你可以像我一样，把这个消毒盒呢当作是宝宝的固定收纳盒，把它的东西呢通通都丢进去。当你今天要使用它之前呢，你只要插上电源，按下开关，让它照射十分钟，就可以完成消毒作业。如果你觉得它太占空间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你看，短短几秒钟，它就可以变这么薄。不管你今天是要出差或者是旅行，携带它都非常方便。486紫外线消毒盒，它有两个 size。你可以放宝宝的东西、3C 产品或者是化妆用具。最近啊，我发现它很适合放在玄关，因为你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你的钥匙就非常适合直接丢进去盒子里面，让它做消毒。如果你是要大范围消毒环境的话，推荐你486紫外线消毒灯。如果是要局部消毒，携带方便，就选择486紫外线消毒棒。更多优质的防疫商品，全部都在486团购，赶快下单！紫外线灯好用吗？现在就搜寻486团购电商平台北中南实体门市，五倍券数位基本皆可使用哦。486团购